证券券买正兴投资卡。三倍券使用期限直到年底，不少人抢在最近赶快用完。不过一名网友却说，最近在一间烧肉餐厅消费了598元，想用仅剩的500块三倍券加一张1000元大钞结账，却被拒绝，让他吃饭的好心情都被破坏了。同时也在餐厅 Google 评论上给予一颗星的评价，店家则道歉，下次回收。他要再跟政府兑换那个费用的方式，好像有点复杂，还是怎么样吧？对，所以可能店家会拒。对啊，还好哎，反正就是别的地方还可以用啊。对，不会。三倍券使用期限直到今年年底，店家回收后得盖章才能领到现金。就有民众想在月中使用三倍券，却频频碰壁。因为他收了完嘛，还要去银行换嘛。对啊，因为可能店家也有可能。应该不会收了。其他餐厅业者也统计，12月收到的三倍券真的比较多，像1到5一共5天，可以收到6000到7000，至于6日2天，则能收到10000。使用的期限也快到了，对，所以说，对于业绩来说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，至少1至2成。三倍券使用倒数计时，收不收、找不找，也引发消费争议。三立新闻陈佑荣台北报道。